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叶童，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，主要研究的领域是数字媒体艺术，包括 3D 和 motion graphic。大家对我应该还没有太多了解，所以我就先展示一下我的 showreel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都在做什么。以上就是我最近的作品的展示。我非常喜欢多媒体，也非常喜欢计算机。记得在初中的时候，我曾经看过一部动漫，叫做《攻壳机动队》。当时我被它所展示出的那种赛博世界以及机械之美所震撼了。所以从那时开始，我就开始关注计算机、网络技术以及数字媒体。众所周知，计算机技术领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，也是变化最多的技术领域之一。即计算机的数字媒体艺术也正有这个特性。时至今日，艺术家们正在将自己创作的权利一点一点地让渡给机器，而且我们已经在争论人工智能所创作的作品究竟算不算艺术品。这种目不暇接的变化会给人带来强烈的不安感。如果大家正在从事或者准备从事设计相关的行业的话，大概就能深刻地感受到这种过多的选择所带来的强烈的焦虑感。周围所有的人好像都在做交互、玩代码、做大数据、做 3D 虚拟现实、VR、AR 一类的。艺术的变化是无限的，但是我们的精力却是有限的。这让我想起来我们系一位老师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，他经常跟我们说，你不要去追求流行，你要从流行中找到不变的东西。说实话，其实至今我也并不能理解他所说的不变是什么。不过在大学四年的学习期间，我确实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不变。这也是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东西，以我大学四年期间所完成的各个项目为例，谈一谈我所认为的在艺术创作中不变的东西，创作者的热情。或者换句话说，创作者以某种媒介去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的欲望。一旦理解了这种创作与艺术中纷杂的变化，都会变得有迹可循。只是听我这样说，好像太抽象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讲。所以接下来我就以我大学四年的几个项目为例，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我是如何推导出这个答案，以及这个答案为我带来了怎样的事业。这是我第一个完整的数媒作品《小学生教室》，是一个可以720度旋转的VR 网页，点击其中的热点就可以查看相关的信息。我们当时搜集了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小学生的日记、涂鸦和笔记，让他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再现和长存，以此试图唤起人们对童年的一点怀念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，因为我当时几乎是毫无障碍地从一个平面设计的身份中跳脱出来，去学习了当时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 VR 技术，大概用了3天的时间。当时我就想，其实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，我也可以去学习这个技术，去做 VR，即使我以前只会画画和做平面设计。后来我开始了解了各种新媒体，因为觉得非常的新鲜。这里展示了我大二的几个项目，有像素的游戏，有编程，有数据可视化和交互设计，也有网页，也包括 3D 的动画一类的。这是我进入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的阶段，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，艺术是一个你越深入了解，越觉得它不可捉摸，难以定义。尤其是现代艺术发展到今天，它对传统艺术的美的概念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颠覆，它让人们看不懂。那既然你看不懂，你又如何判断它究竟是不是艺术呢？我在地上画一个圈，它可以说是艺术吗？其实我当时受困于这些问题，感到非常迷茫。所以，
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该判断艺术，又应该选择哪种形式作为我表达信息的媒介。后来转折点到来了，大三的时候，我有一门课是展示设计，这里展示的就是当时我在那节课上所完成的项目。我当时和我的组员都非常喜欢人偶，在我们看来，人偶就是一种具有人形特征的无生命的物品。我们找到了很多具有人偶特点的东西，比如洋娃娃，比如耶稣像的挂坠，复活节岛石像，各种人物雕塑以及佛像。我当时感到非常好奇，人们去造这种形式各样、大小不一的具有类人特征的玩偶，究竟是想满足一种怎么样的心理呢？在我们挑选的这些物体当中，有的是给小孩子玩的玩具，有的是非常严肃的雕塑，有的甚至具有宗教意义。那么，它们之中到底具有一种怎样的普遍性的联系呢？恰好我当时刚刚看完凯文·凯利的《失控》，失控中提到，个体在面对集体的时候，就像是镜子前的变色龙。然后我当时就觉得，其实人偶也是这样，人偶对于人来说就像是镜子一样，它与人产生一种对比关系，是人的参照物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发现，所以就想用这个项目去表达这样一个想法：人偶是人自身的参照物，人通过制造人偶来确定自己的意义。或者换句话说，人对某个个体的确定来源于他与周围的参照物之间的关系。为了表达这个想法，我们设计了这个虚拟展馆，这是一个上窄下宽的圆锥形，人们可以沿着螺旋楼梯一路向下参观20余件展品。这些展品并非珍贵的画作，它们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具有人类特征的人偶。比如我们放了比较小的芭比娃娃，比如复活节岛的石像和佛像。最小的展品其实只有3厘米，但是最大的展品有20米高。当观众从最小的展品走向最大的展品时，展品的尺寸它发生了一个变化。观众会发现，对面那个人形摆件它越来越大，一开始要俯视它，后来要平视它，最后要仰望它。变化的不仅是展品的尺寸，也是观众与展品之间的关系。展品渺小则观众高大，展品高大则观众渺小。这个项目最终完成度并不是很高，视觉效果也不是很强，但是我非常喜欢它。因为在这个项目中，我意识到，其实，所有作品的核心都是我的想法，我的想法去决定了我采用什么样的媒介，并且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我的想法。所以，我无需把自己界定在某种媒介里，也不用给艺术去下什么定义。引用一位非常有名的多媒体艺术家 Laura Anderson 的话，他说：“我喜欢告诉别人我是多媒体艺术家。”因为多媒体这个词是无意义的，这意味着我不受身份的限制。这里展示的是我最后一个项目，主题和之前的展馆类似，表达我对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的认识。形式是我最熟悉的3D motion graphic。我非常喜欢 3D，现在正在用 3D 作为我主要的创作手段。我也在各种公司从事过相关的职业，其实能够观察到很多设计师他并没有一种创作的热情，而是觉得 UI 设计很火，那我就应该去做 UI。其实这种想法无可厚非，毕竟个人有个人的选择。但是在目前来说，对于艺术领域，其实很难定义它有什么是应该做的，有什么是不应该做的。
毕竟当杜尚将马桶摆在美术馆那一刻，这些问题都失去了意义。最后我在这里展示了我的 daily render， 也就是我的日常练习。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，又经常变得太快，所以做不完一个完整的项目。基于这个状态呢，我就做了非常多的 daily render， 是为了解决掉我的想法，发泄我那些无处安放的创作欲望。而当我把这些想法不一、形式各异的项目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隐藏的一致的东西。因此，我觉得艺术中的变与不变也类似于此：形式在变，风格在变，技术在变，但是创作者的热情不变。我想，很多艺术家他们都怀有一种强烈的创作欲，并且致力于寻找最适合表达自己的一种媒介。因此，无论艺术的整个大环境如何变化，只要真诚地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话就可以了。